天是周六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一起商量一下希腊的旅游计划。我们约在一家 brunch 店见面，这家店位于 Notting Hill Gate， 也就是著名的诺丁山。这里每周六都有诺丁山集市，我们简单看一下集市吧。我们去的这家 brunch 叫 X Lot，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鸡蛋料理。我的朋友是拥有一只布偶猫的人生赢家。与其说今天的任务是预定希腊的行程，不如说是两个女生的 talk。我们聊了很多，我非常喜欢和身边优秀的女生聊天，因为在我们互相交换思想的过程中，我们彼此都成长了。和女生聊天，你能真实地感受到来自女生、理解女生的那种共情感。我们在感情上、工作中、生活里遇到的那些困难、遇到的那些挫折，可能都是相似的，不同在于经历时间的早晚。所以经历早的那个人就可以来帮助那个正在经受这一切的人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友情，我们可以很久时间的不联络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每次对话都是有深度的，每一次沟通都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很幸运，我身边有这样一群朋友。我想我的周天应该是乏善可陈的，所以我唯一记录的只有我和我的朋友 Yasmin 一起去看了日落。我想我会怀念伦敦的日子，但我更怀念和朋友一起度过的这些时光。